特别的，因为他在做律动的时候都会放同一首歌，叫做《Mason》。然后我们学完之后，五感变比较好。对，那威廉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就是他这也是非常强调基础嘛，所以他把就会帮你把基础的扎根做得很好，然后让你就是整个一整天都投入在基础的训练，所以你在面对以后不管是比较高难度的舞蹈动作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比较驾轻就熟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专业的舞蹈教师。而且这次来到这边呢，还看到很多练习生在练习的一些精神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他们从很早就是练到很晚，我们已经够晚了，我们从早上1:30通常练到将近快4-5点，还有练习生在练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会保持这个精神呢，回到台湾呢，还会持续的练舞，把基本的，还有我们这一次想要给大家呈现的舞蹈呢，都可以把训练得更好。最重要是 Lollipop 就是要专程推荐这些舞蹈教室。是的，如果大家想学跳舞，来到韩国一定要到 DEX， 拜你，三三零哟，三三零。教えているのはソウルの南カンナムにあるレフダンススクール。生徒数500人以上、10ジャンル以上のレッスン科目を持ち、韓国では国民的英雄の B ボーイを目指すブレイキンのレッスンが一番人気。